你这个方式几十年前就有了，上不上班嘛，找个工作，你看现在哪个还相信你这种嘛？你要吃饭，现在带你去吃顿饭，马上就要旁边馆子里面让你去吃一顿，要得不？怎么婆婆，你要给他点钱吗？起来走了。哎呀，我怎么走？我都还好笑啊。你这种方式确实是骗人的，晓得不？你如果真的有困难，我喊警察来帮助你，要得不？那你不想就帮，你不想帮就算了，干嘛要骂我？我也不想这样。你是不是被人控制了嘛？如果你被人控制了，你跟我说，我今天帮你。